纳米分子能救灾吗？一纳米相当于人类头发直径的10万分之1，直径只有0.2、0.3微米，那么细小能有多大的效用？尤其是面对熊熊的烈火。很高兴为大家介绍最先进也是最犀利的移动式细水雾灭火机。移动式细水雾灭火机正是以超高压科技让水雾化，达到纳米级水分子的高效率灭火应用。关键性原理是，纳米级水分子在烈火中能以水的最大的表面积降温，并瞬间蒸发水蒸气，稀释氧气，迅速洗涤浓烟，减少烟对文物损害，进而保障人命安全。移动式细水雾灭火机之外形设计特性为：一、体积小；二、布水线救灾迅速简单，1分钟可布水线50公尺，3分钟可布供给水线100公尺；三、喷水强度超越传统消防栓。移动式细水雾灭火机拥有极佳机动性，穿梭火场迅速灵活。气雾强度穿透力惊人，是现代纳米科技突破性应用的创新产品。救灾用科技，终结烈火救灾先锋，移动式细水雾灭火机，欢迎您参观指教。